邀请仔仔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。仔仔的新闻，碧玲的新闻，仔仔的新闻呢？哦，仔仔的新闻，仔仔都来了，你还要看别人的新闻？我代表锦绣的手上跟大家说对不起，我们来看这个仔仔周杰伦的新闻。哎，前一阵子他滨崎步把这个唱片行当成他的这个唱片行，今天仔仔把他的唱片行当成仔仔的唱片行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仔仔的这个新闻，来。仔仔周渝民的魅力真是惊人啊！继上次签名会破纪录的从白昼签到了黑夜，这次化身仔仔唱片行店长的仔仔，有歌迷从昨天10点半就在唱片行前守候，只为了能够第一个买到店长仔仔卖的 CD。而面对满屋子自己的仔仔是怎么想的呢？一个字恶心，没有啊，因为很开心，真的今天能够把这个店面布置成全部都是我的专辑，那我自己本身很开心。从来没有打工过的仔仔会怎么推销自己的 CD 呢？会说请多多，如果买10张呢，我会很开心哦，但绝对不会亲你啊，对啊，而一向以白马王子形象出现的仔仔，竟然会想要当黑手。我会想开一家店，可是是修车厂，修车厂，厂，因为我哥对修车他蛮有研究，所以我想要说，如果我真的有这笔钱的话，我想投资他，然后以后开个店就比较方便。就在仔仔充当推销员贩卖自己 CD 的同时，威威也正在对接举办签名会。由于又威与仔仔曾经合作过，仔仔还希望大家忙完宣传专辑后能够一块去打球。我们虽然跟李威不熟，但跟又威其实拍过贫穷还算蛮熟的，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，那所以如果以后有大家都有时间的话，我会约他出来打球或之类的。另外仔仔也已经 make a wish， 希望在不久后就能够到中部与歌迷见面， fans 请期待咯。 SCT 新闻林佳慧刘唐耀台北报道。Make a wish, make a wish。 你干嘛那么害羞？好可爱。欢迎仔仔，欢迎欢迎。谢谢你们，你们好。哇，仔仔也感冒了，我们都感冒了，大家注意安，不是安全，注意安全，绝对不要感冒，因为最近真的很忙哈，又要去上课，然后又要做宣传，可不可以先恭喜你发片？对啊，昨天发行了，最近的心情？心情啊，对，其实，累归累啦，但是其实还蛮高兴的，就是能够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，然后你干嘛那么害羞？到底我们也恭喜仔仔发片了，因为仔仔有礼物要送给大家。那题目呢，就是刚刚你在影片中签的那个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看看仔仔签的什么？如果你答对他签什么的话，你就有奖品。对，就会有高级台商到礼盒、汽车杂志半年份以及省电热水器，每一种商品要送给你。好，不过呢，以前残念那个仔仔是真的。最近很流行黑话哦，我们真的也要考，我们也要考你。那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不是今天呢，如果你答对了，这条围巾也会送给你。对，那这个黑，比如说那个台北、台中的黑话，就是0204嘛，勾追的黑话就是老的没人要嘛。那这个好，简单一点好不好？简单一点，好，起床失败。你有没有赖床过？起床失败的黑话是什么意思？起床失败，猜猜看，就是猜猜看，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你常常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你常常很累很累，隔天会怎么样？对啊，迟到，赖床，很累很累，隔天会差不多，类似，类似，起床失败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第一个字跟这样，跟我们俩演戏是不是很烂？第一个字，对对对，第二个字是。睡，我们俩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睡过头。哎呀，漂亮！那这个下午以为睡翻天，这个睡翻天，睡翻天。好，想象力真丰富。这个是我们告诉你的，所以这个还是周围的。对，好了，这个答应人家的交，但是你要据实回答这个问题。哦，好。为什么你希望你的女朋友都吃得胖胖的？因为我不喜欢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就是很脆弱，然后瘦瘦的，然后我希望，因为我怕别人说，希望，人家是现在已经进步了。那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就是能够让别人看到说啊，你要好好把来养她，白白胖胖，白白胖胖。那仔仔我够胖吗？可是最好太瘦了，我这样太瘦，他这样还太瘦，我这样已经那么胖了，太瘦哪边胖？
等一下，最好是几公斤？最好，嗯，要看身高啊。如果像我身高155公分，最好吃到几公斤？155。其实我真的没有一个说。没关系，你说一个数字。好，60。是我开玩笑。可是我现在还没办法吃到这么胖哎。真的吗？你现在几公斤？40，还差20公斤。没有，其实差不多42、43就好了，就是看起来有肉肉的感觉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均匀，很健康。不是真的要。不过说真的，听说你超级会赖床。嗯，对。为什么会？因为真的太累了，还是？因为其实冬天到了，那所有冷血的动物就会开始冬眠。冷血动物，你是吃什么的？是，对啊，所以他就常常起床失败。哎，那问的问题还真好。我们想要邀你一起唱一首歌。好啊。哎，我想。哦，没事。等一下，你们他本来以为我们要叫他唱专辑的歌，没有，我们可以邀他唱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可以啊，我们常因为我们有工作人员常学你，我们很气，我们常替你打抱不平。哪位？不是，是外景节目的朋友。你说，就是那个姥姥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澎湖湾，我们的还有一只英雄儿重唱，唱这一段。阳光，阳光，阳光。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锦绣儿童唱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啊，他说其实你最近就是因为唱歌的关系，所以整个很多你之前的咬字，我觉得真的都进步非常非常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其实不会。我跟你讲，我比你还要严重。他真的比你还要严重。真的。我最严重，其实我第一名。那你们都不要这样，你们两个都第一名。因为这第一名，很多东西我都想要争第一啊。OK OK， 说真的，奶仔仔的专辑真的赚到，因为他这个专辑里面呢有非常多，因为喜欢仔仔的朋友呢，除了想要听仔仔唱歌之外，还会想要看他的一些写真集。对的。除了有一本，还有好像月历一样的那个，像月历一样年历一样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那时候在报纸上不是有4张照片吗？我就跟秀琴讲说，如果我们是企划，我们选哪一张？对，你们就你们选哪一张？这两张我们都有选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嗯，我是选这张。这张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除了有一点比较书卷的气息那以外，哎，有圈圈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继续讲，大家都很想再看。管你哦，不行，他说不行，他搞不动。啊，那不讲话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他哪一次管你？有圈圈活动是不是不能讲？不是，这个圈圈是讲活动啦。对，你要讲一下，会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活动。对，这边让你来。那这个就是啊，19号星期六，下礼拜六下午1点我会在高雄，那4点我就会在台南，那20号礼拜日，那下午1点我会在台中，然后下午4点半我就会在新竹，然后下午9点我就七点，哎，下午7点，好可爱，他还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吗？好，今天在中立，活动专线是02-2769-0698转8，你要不要说一下音乐网址？啊啦啦哩啦，我想介绍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我们送这4个东西，其实你们刚才介绍过，对，非常超值的，对，很超值，这专辑祝你唱片大卖。因为本来说他希望什么都第一名，所以你身高也真的第一名，你这么高啊？其实我穿，你自己很矮啊，差不多，完了我们要起内讧，对啊。不过呢，这个也祝你唱片也是第一名，对，可是要注意身体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多支持你的朋友，要不要跟他们说一声？那我爱你们。啊！记得买正版专辑哦，对，记得多多支持仔仔哦。OK， 仔仔加油！那我们谢谢。那我们现在看这则新闻呢，就是仔仔在干嘛 ？Billy 的新闻 ，Billy 姐。辣妈 Billy 为了拍摄 MTV， 特别邀约了自己的帅哥儿子来助阵。今年才13岁的。